小镇影院。嗨，嗨，哎呦，我们这个有海纪年赞助的一排之隔的我们来到尾声了。对，今天呢，我们就也是给一个惊喜各位观众的，因为他们都会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到现场。我们现在请第一组的男演员请进来入座。我是第一位，超级帅啊！今天第一个导演，好，第一个进来就是第二个延安哥哥，哇，礼服哎，都是礼服，又回来了，哦，你俩一起来的，哎，郑宇老师，你好。吴敬亭，哦，对，帅啊，啊，谢谢。古嘉诚，哎，你好，你好。好，又来两个帅哥，哎，刘宇，我第一次坐这儿的。原来你们找的位置是你们第一次坐的位置，是。接着我们就请这组的男演员入座。好嘞，恭喜 ！Hello，Hello， 哇，王卫昌、边天阳、郭子凡。哇，现在西装这么丰富多彩啊！不是西装，是礼服啊。好，你觉得你是一个舞蹈家嘛？来到哎呦，不舞蹈家，不舞蹈家。你觉得来到这里，本来是跳舞的，用自己的语言，嗯。但是跟那个演员的区别在哪里？这里我会发现，如果我要很快的进入角色状态，我会把自己想象成在跳舞。嗯，哎，我们给你起了个绰号啊。什么绰号？就倒霉蛋。倒霉蛋。你越棒越忙，越忙永远你想撮合那些那对呢，就肯定闪的。对，只有你不在了，人家成功了。是。这个故事教训我们啊，有时候呢，不是因为你想帮忙。那件事就成，嗯，是吧？是，就是自然发展，是。你呢？你等一下啊，这个人呢、啊，很倔强啊。你们家呢？对，一定要姐姐照顾你，为什么不给其他的女士一个机会呢？嗯，这个主持人好强势啊！好吓的。因为就是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慢热的这么一个性格，就是我，就是我觉得和一个人相处就要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说。可能就我选择了一个搭档之后就不想再改变了。我告诉你，我当演员只有一天，永远找不到我的，因为我最怕大家分离的感觉，我会享受一个孤独的跟他们道别，很棒，生离死别一样，下部戏又见了，所以习惯要找不同的对手。好，明白明白。好，到你了。那次你所有的行为逻辑的线都给我猜中了，就是我说你一定先拒绝那个卢玉晓。卢玉晓，上次你为什么这样做了？解释一下吧，好吧。他因为他们已经配对了，然后我就没人搭了嘛，我就走了嘛。好吧，嗯，心感好，但是结果未必是好的哈。是个好人。哎，到你到你，哎，你就是那个吗？对，对，就是我。一而再再一三的都是这误会，不敢表达。就没能解开误会，一直对也都拖到最后，然后最后看见任婷从那篮球场出来，心慌了一下，确实心慌了一下。哎，头发又是挡住，因为接戏了。哎呀，因为啊，我觉得你演戏挺让的吧？很让出来的。先让。对对，就是我觉得相互成就嘛。但是每一个人你有对抗，这个才是比赛。因为我们比赛不是体力的比赛，我们不用让，是这里的比赛，是演技的比赛。嗯，好，好，谢谢。真的，真的，相信不要以为是女生要让给他。好，谢谢。好，接下来就是女演员入场，我们看第一位出场的是，哦，来了。Hello， 哇。来，请入座。没有这个失望过的。龙女小者，哦，第二位，哎呦，中国，哇，哦，哎呀，
沈哥在现场应该不敢批评他的衣服了。没有，每一期都批评他。哦，来了。这好漂亮哦，等一。好的好的，请入座。哎，张丽来了，张丽来了。哇哇，张丽，哇，好清爽啊！来，请入座。哇，来了来了，哎，走这儿走。哎，你好，你好，老师。哇，拖尾。哇，我就怕你一踩到就麻烦了。我就问你，来这里的目的是啥呀？我就是觉得演戏的同时还能交到朋友，就还挺好的。嗯。然后唯一有一个遗憾就是。要是吴老师也来参加就好了，好想跟你演一段。我来就一拍即散。一拍即散。梦姐，你常常都要演那个，这些怎么办？怎么办？有想最想演的是什么？最想演的是，可能跟自己最不像的，就是不笑的，或者是冷酷的。怎么能有人相信你？给你这个机会，嗯，句句在那个痛点上。是的，是的，他很慌的，现在一会儿又该哭了。从生活改变一下，从演出的方法改变一下，没不要老是那一套。对对，衣着衣帽，有个书法家，就是他每一次写一篇书法都是不一样的方法。我就记住这四个字啊，希望你们能达到一座一貌的。郑宇哥的意思就是你得改变。对啊，你要改变。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大家接到一些剧本的时候也是会觉得，哎，为什么要我来演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演那个了，不能演这个了？但是我们拿下一些主观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爱上那个本来觉得不讨喜的人物，我们最终都要跟这个人物相处，所以我们要跟他谈恋爱，发掘他可爱的地方，越爱他你越会给多很多不一样的配件给他。即将进行最后一次搭档的选择，因此呢，岩石所也为大家选择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一个城堡。那城堡常常都是一个浪漫奇幻的象征，也是一个童话故事发生的地方，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常常见到的地方。那大家出发去城堡吧。好，谢谢吴老师。今天的任务卡，今天将要去城堡进行最终搭档选择。每位演员都将拥有一个排练场地和一张最终演戏段的报名表，大家可以自由前往想要搭档的演员的排练场地，发出邀请并联系讨论。你的排练场地是一号楼服装展厅，六号楼餐厅门口，花园服装店门口。OK， 出发。阳光明媚的早晨，这儿哈。哎呀，在有限时间，其实我就选择了两个，一个是蒋毅老师，一个是徐梦洁老师。所以你有想好要这轮跟谁搭档吗？但我也其实也没想好。徐梦洁啊。聊会儿，你打算选谁啊？嗯，你咋想？我也都我看你的吧，我看你的。我自己的目标，我觉得我很明确，就是我还是想和小彩虹、徐梦洁去冲刺这最后一个影视的拍摄片段。
但同时也是尊重他自己想多多尝试嘛，所以我觉得让他也多想一想，然后多感受感受，其实就不想给他压力。因为这是梁耀演最终片子的一个阶段，就很重要，得慎重一点，得慎重。我听到了声音，熟悉的声音。嗨，耶！嗨，你怎么在这儿？你准备找谁啊？最终搭档喽！最终搭档了，刘晓宇。对啊，所以我觉得你，我要祝福你。我也要祝福你。我觉得你要勇敢，而且你一定会很幸运。我带着你的幸运走下去，我的幸运是你给我的，我的幸运也是你给我的。那你找到你的搭档了吗？我准备直接去找他。哇！我已经有目标了。冲冲冲！加油，咱俩都加油。刘晓宇，冲啊！呜！我要不要直接去找我的搭档啊？因为之前都是他来找我，我去找他也是那次刘宇鼓励我的。那这一次呢，以我自己主动的去找他一下，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最终的冲刺。哦，那边有人过去了，快看。哦，哎呀，接着等吧，我们要相信奇迹。还是坐会儿吧。哎，要不要找一个凉快一点的地方聊？好呀。所以，你有想好这一次最后的搭档吗？其实刚刚在等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来。为什么？因为我等了一会儿，你还没来。这一次我就想，怕影响你的那个想法。就是你中间跟周琦有搭档了一次，然后感受了一下，但是我自己内心是挺相信你最后这个短片我是能和你一起去完成的。而且我也只想和你去完成这个最后的短片。首先从搭档的次数来说的话，肯定就是陈恩嘛，他跟我搭的最多，我们合作的最多，我们呈现片子的默契啊，还有一些创新啊，或者是各方面都是他接触的会多一点。然后呢，那最终影视化就还是想继续跟比较熟悉的人合作去冲刺。对，所以我想邀请徐梦洁作为我的最终演习表演搭档。好，加油，我们要加油。有信心吗？哦 ，Of course， 走。呀、yeah. ，我们现在要去寻找一下奈奈在哪里。我今天就不犹豫了。Hello，Hello，Hello， 终于找到你了。走，有多远？非常远。非常远。他们问我想选择谁，然后我就说我已经有一个目标，然后我直接没有走路过来，我是坐车直接过来。坐什么车？因为我们之前也合作过一次，是治愈我了。你怎么在这里？我就是来找你啊！做了一个很美的梦的一样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来找我，所以我会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坚定了我的想法。
他俩的型挺搭的。啊，我想知道一下，就是，我们有没有默契？默契啊？对，也不是默契吧，就是你知道我多少？给我出难题了。哎呦，还好吧。我应该这几天应该知道。而且我们也完成了一次隐藏任务，观察，所以我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是。试一试。好，那我开始问了啊，不用紧张啊。不紧张，OK。我喜欢哪种类型的角色？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对奈奈有第一印象，都会觉得奈奈她自己可能甚至是自己比较喜欢开心啊，或者是特别活泼那种角色。但是其实奈奈内心很想尝试比较严肃、比较有态度的角色，是不是？是是，都答对，都答对，对。对于我来讲，奈奈是一个非常有个性、完全有反差感的一位演员。她可能外表大家看上去很可爱，但内心是一个很有劲儿的、很有这种想法的一个女演员。인디티다로자카저그파너티리디소你是我最好的搭档。呀呀呀呀呀！哦，谢谢，我很喜欢这句话。谢谢谢谢。인디티다로자카很高兴认识你，你是我最好的搭档。好。我找易老师，因为热气球那天呢，易老师给了我一个惊喜，然后来找到我了，所以今天呢，我肯定是会很执着的、义无反顾的再去找他。见到他之后呢，跟他好好聊一聊，完成我们最后一次的试镜小片。嗯？哎，易老师。Hello 呀。我今天这么正式的来邀请你，希望你跟我成为最后一次试镜小片的最终的搭档。好了，那我们先玩一个游戏，把我们能不能搭档这个交给上天来安排吧，看看我们有没有缘分，好不好？那你先不看，你先闭眼睛。OK。他闭眼，哎，不是闭眼睛，刚刚不需要这么闭吗？不，我这样，我这样。好。好吧。好了，睁开吧。现在规则是这样 ，OK， 我手里呢有一个是有东西的，有一个是没东西的，然后呢你要就是选到一个有糖果的，咱们就可以成为搭档。这个，这个，就没有。你先打开，你先打开我看。哇，恭喜你成为易某令的搭档。哎，肯定有，那就吃了吧。行。你居然猜对了，50%。200%的概率，200%的概率。都有。所以我俩成为搭档就是必须的，对不对？一拍即合，一拍即合。我们请多多关照哦，古老师。请多多指教，我字有点丑啊，这个怎么办啊？很感谢他一次一次的跟我搭，然后坚定的来选择我。易老师，你能不能跟我演一个初恋主 ？Hello， 谷歌。我又来了，易老师，咱去宠物馆吧。好，走吧。
不管是从作为朋友的角度，还是作为专业上演戏上的伙伴，他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我们今天是搭档，可以。嗯，就算他不选我，我也会去选他。那我们来打个板。打个板。耶耶耶。我就在这儿等他。啊，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来啊？哦，这个楼上楼下，人形模特都有搭档，我跟我的搭档还不一定会成为搭档。哦，折纸飞机，哇，坐在这儿好紧张，特别像以前去见组的时候，然后见导演。谁啊？这个纸飞机刚好飞到他的面前，高空坠物。你们是不是在玩梗？纸飞机的梗。嗯呐，想好了呀。什么声音？往上看。嗨，我在这儿。呀。嗨。你是刚刚一直在这儿吗？对啊，你说的话我全都听下来了。我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吧？全是，全是。所以你有想好吗？是拿纸飞机的人吗？是，我们两个打。觉得很开心。我来啦。嗨，来了，怎么感觉今天又高了？坐坐坐。你也写的是下边？啊啊，都想把上面留给对方，是不是？还是有默契的，还是有默契的。可以。我们俩交换一下。行。这个算数吧。这个算数吧。算数应该是，不想抢来了对方的这个。算数吧。写一下吧，还是。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对，有搭档了，有搭档了，搭档了。孤单巴士可以双人成行了，对，可以不孤单出发了。哎呀，感觉在这等着也不是办法，走，我们去看看吧。哎。他还在找，对，一直在溜达。Hello， 哎呀，周老师，我跟你有空吗？有空啊，有空跟你唠会儿天。我在这待半天了，在这啊，老热了。没有人来找你是吧？还没有，还等我拿卡去。等会儿，先别激动，烫了，你得拿那个垫着。没事，也不无所谓。怎么会这样呢？没人来吗？一个都没有吗？还没有啊，一个都没有啊，都在这儿等人，都在等人呢。啊，都在这儿等人，都在等人呢。你是要去哪里啊？刚刚我看你跟郭老师从那过。不是，他现在去找那谁，找乐乐。对，我可能就是觉得反正没戏，我就走了。没戏。对啊。周琦洋洋得意的样子，聊得这么好，聊得很开心吗？他们。没啥事儿，我就是过来看看蒋老师。咋样？你那个有没有那个大概的方向呢？有啊，那个跟天大好，我想选敖子逸嘛。敖子逸，他没来是吧？我一会儿说他去，我一会儿就说他去。所以说，周琦干啥嘞？哎，他哪有人？
哪有人？哪儿呢？人呢 ？Hello， 哪有人？周琦、啊，我看着他了，我看着他一耳朵了，我看着你，甭躲了，看着你了。开了一个窗户，是不是？你这儿呢？这呀，自带椅子。快点，你来，我这给我坐那儿。这太热了，我受不 了。你给我坐下，我就在这儿听你们聊。不是，他也想好了。你不赢了吗？跟这没关系。你不是赢了吗？最后一期了，哎呦。有什么用啊？你不赢了吗？没什么用。没赢了。你在等谁啊？一针姐。嗯。我的搭档，我搭档又。你搭档可能找别人去了。没事，我跟你。敖巴在哪儿？你们知道敖子毅在哪儿？然后结果一进去发现他正在跟别人聊天，在搭档是吧？那我就下，我再回来。等等我可能一分钟以后就回来。是吧？正好我也去歇着了。走呗。你还得搬回去。再搬回去。辛苦老师了。刚搬出来。还得再搬回去。辛苦了。哦，儿子毅来了。哎呀，杨老师吗？这不是。好吧。你好啊。你选了个挺凉快的地儿啊。来的真巧啊。啊，我在外面坐了半天，刚想下楼找你去，你就来了。啊，好吧。那在此向你发出诚挚的邀请。诚挚吗？有多诚挚？非常诚挚。好，那坐正一点。在此向您发出诚挚的邀请，可以选择您作为我的这个最终表演搭档吗？搭档是啥？最终研习表演搭档吗？好好看，你要这样测试一下你这个有多诚挚。我们要不再玩个游戏？是吧？你这样测试我？对啊。我不演了，我不演了。哎，嗨，考个默契吗？没有什么。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玩过一个游戏，是同时说一个数字，一到十。啊。好，一二三一。这不好早之前玩的游戏了。对，好早之前，咱俩不是就是没说过，没说到过一起，从没说到过一起过。这次也不一定能说出来。哎，万一呢？如果说到一起，我们就立刻写，就怎么跟签合同一样，先交换，先交换是吗？嗯。来吗 ？OK。我们现在开始。一、二、三。一。哎 ，very good。签。Very good。签。少见的这么默契、啊、哎，展示一下。你看看这边很美，这是城堡的最顶端。嗯，可以吗？哎，你这是哎，高楼。老朋友，怎么样？你的研习地点在哪里啊？在前面的咖啡厅。啊、来吧，请坐下、哦这个。最终研习表演报名表，所以我选择了你，你过来跟我赴约去师。那你的选择是什么？我的选择当然是你。哦，来来来，无一例外的，对吧？无懈可击的，可以可以，是吴老师。对。一拍即合的我们，看到了，大夏天的戴了个袖套，他不热吗？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跟黎真说句话吧，你千万不要否认自己，完全不是你的问题。没人找你搭档就是他们的问题，没事，我选择你。我终于有搭档了。我昨天听了首歌，巨好听，我给你听。啥歌？先带上。我看你的品味。你总是担心自己不够好。怕比不上别人，但是我觉得你是最勇敢最自信的女孩，所以我想告诉你，我对你的选择是坚定的，是你连自己都不选择自己的时候，还有我来选择你。
我的妈呀，你录的挺好听吧？啊，整这出，干嘛？有点被治愈到了。他是真情实感的去想说鼓励我，他希望我可以更勇敢。是，来吧，写吧。耶、yeah, 我终于有搭档了。我也有搭档了。嗯。等人的时候不就一直在熟路过的人吗？其实我当时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来选我，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去选择别人。所以在这两种都纠结的情况下，我就选择了继续等待。嗯，来了。这是谁啊？嗨，你好。你好，回来了。回来了。你好。哦，你还要找丽姐吗？去找一下吧，因为我是觉得最后的这个影视化其实还挺机会挺难得的啊。嗯 嗯, 嗯, 嗯。但是我觉得丽姐选我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我先去看一看。你先去看看，然后反正我就一直在这儿。行。我要去再去确认一下丽姐最后的选择，去看看她，她如果还是依然坚持，那我也不强求。昌子属于越看越帅那种。嗯。嗨嗨，怎么说？热死了吧？还可以，还可以。什么怎么说？怎么说？啊，你找到合适的搭档了吗？有始有终，我还是想对上来一下，然后看看你的最终选择。然后主要是不想浪费这次机会，比较珍贵，非常珍贵。嗯，听说很厉害的团队。嗯，因为。我们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基本上一个感觉的，然后就最后我想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突破什么的。嗯，因为从头到尾好像都在，然后我也在想，哎，谁跟你搭是又能出另外一种就是能更好的找工作的戏，更好的简历。对，更好的简历。我自己觉得你跟一凡会搭出一个跟我的这个作品就是不一样的东西，他会就有让你会这个简历更丰富，层次更鲜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你们搭出来的东西会有惊喜。你叫着来。哦，他让他去。我觉得不要浪费机会。不然你所以你选的谁啊？我选的严安。那延安这上面的，哎呦，好吓人啊！延安这个眼神从来没有出现过，在这之前。这我还是不太能理解啊，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比别人要晚一步？就是为什么我总每次都要目睹或者亲眼目睹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觉得反而更能够激起我的很多想要去一种求胜欲吧。把纸和笔给我去了，是吗？因为我小的时候看过《真爱至上》这部电影，就我当时就觉得这样的一种传达方式，我觉得还蛮特别，然后蛮有新意的。我觉得我再来翻新一下，勾起人的回忆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那咋的？一切顺利啊！一路平安。你说一路平安。你等老弟吧。啊，好，拜拜，拜拜，拜拜。干嘛？看得见吗？
热死了，肯定好热啊，这外面。哇，张丽能感觉到，这些沙拉真的是能感觉到。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好。我觉得这也太别出心裁了吧！我觉得整段里面他想表达的是今天的重要性，在这个时刻，我想最后一次邀请你做我的搭档。我对"最后"这两个字，我会想哭。就是当你被一个人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坚定选择的时候的那种，哎呀，何德何能啊，就是这种感觉。101，在干嘛？吓我一跳！回来了，你回来了，拿吗？给你，给你。我们是属于私交挺好的，所以我是觉得跟他比较熟悉，我们合作起来上手也更快。然后包括他也会有自己一些比较成熟的想法，嗯。OK。OK。加油。加油。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哎，失落的，没搭档就意味着其实可能没戏演，没戏演，没人来，也不是件坏事。哎，我觉得反正，我们作为一个算是这个节目的新人，来这里看一看也挺好的。哎，所以就是咱就是说呢。不气馁，去多看看，多学习学习，也挺好。加油吧，一会儿看看，期待一下大家的表演和演出。OK， 我会给他们加油的。走走啊，一起走。哇，哎呦，好大呀！哇，这地方。哇。哎呦，好华丽呀，感觉。哇。宇哥，宇哥。这么帅啊，酷！嗨，大家好，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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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你们很享受真人书的部分是吧？特别享受。对，但是我们是演员，影视化是最终呈现给所有观众的。嗯，因为作品是代表你们以后的工作，你们的记录，你们背负那个作品一辈子的。不是因为你们在健身书有多好的表现，是因为你们有多少的作品，作品有质量才是被人家尊重的。我们想当一辈子的演员是吧？那就好好利用下面的时间了。我们第一个小惊喜来。哇哇什么东西啊？好，就是你们曾经赢过的节目组帮你拍一个影视化的作品。今天要用2-2 PK 2v2。哦，还有 PK， 就是你们等会就要自动男女组合完一对，再找另外一对愿意跟你对抗的。对抗完呢，如果赢了，我们就获得一个精美的影视作品。
好，第二个惊喜。好哇嗨，好哇嗨，哦哦，哇，好多衣服可以选择哇。后面的服装啊，就是将会出现在海报作品里面，还有你们2v2的剧本对抗，只有两个小时搞定。别再享受穿得光鲜亮丽的，我们回用两个小时回到演员本职，希望你们能有一个你们不觉得丢人的作品出现，因为网络所有的记忆都不会删除的，大家记得啊、哦。嗯，好。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会顺序去帮助你们完成，只要你们需要。好，大家解散。谢老师，谢老师。拜拜，拜拜，拜拜，再见。走。怎么选啊？妈，我现在出汗了，已经。都给紧张了，开始。咋整啊？嗯，你选吧，你来选吧。这么大选择困难。我感觉现在大家应该都在纠结，我们与其不如就等别人来选我们，对不对？听你的。我不太了解，因为你是从一开始觉得呢前面特别不搭，他们不特别不适合，不适合。对，我跟你说，那一对是个老搭档，老搭档，老搭档，老搭档不行，老搭档不行，不行。这一对是老搭档，敖子逸和蒋依依也是老搭档，一放眼望过去都是老搭档。那所有都是老搭档，就我们新的吧。张一凡他们是新搭档，对他们应该是第一次搭。奶奶他们想选我们。什么？哎，有别人了，应该也有吧。九组总有一组会轮空哎。哦，对啊。九组啊，还有一组是单着的呀。所以轮空到底干嘛呢？你好好奇啊，好好奇这个轮空，因为它取决了我到底要不要去找人 PK。 如果轮空比 PK 更难，我肯定选 PK 啊。可以，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主打一个就是顺其自然，主打一个听天由命。我们要不要先去？你去问一下子。对，再选一下，你就当我去选谁啊。走，一起走。他会选谁啊？他去谁那儿了？哎，他们是去谁？他们去找谁了？他们找谁了？把、啊、他们。他们去哪儿？他们去楼上。啊？看一下，看，李姐，快走。全在看这组在，因为他们是第一组去挑战的。哦，没有什么想挑战的这组。对啊，我们各自安好，不行。Hello， 嗨。Hello， 嗨。是。完了，找过来了。哦、oh。 你们找上来了。啊、oh ，他们找，我最近挺他们了。啊。啊。你们想选谁？我们还没想好。我们没想好，我刚开始。刚刚开始。你们想找我吗？对，杨很想跟你。刘宇、王日昌、吴俊廷，你选。今天都是跟我们有交集的。为什么选吴俊廷？吴俊廷。因为他和我相对来更远，比起刘宇还有王日昌。行。不是就这么看你们，因为这个一定要双向。对，他要双向选。我觉得你选什么？我都行。那行。挑战。对啊，如果行的话，我们一下去写上名字。
请多指教，请多指教。你来指教。走吧，那我们早点排练。晚就下去吧。你们俩是已经成了吗？我们四个是那个。四个。对。你们是。刚才还想选你俩来着。啊？刚才还想选你俩来着。对。啊。很好的。万一我们也想 PK 呢？啊，我也想 PK 你们呢。你们为什么想跟我们 PK？ 对，你们为什么想跟我们 PK？ 因为看你们弱。好啊，早说呀！看你们弱，真敢说、啊？没有，没有啥，开玩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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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不要？要不要跟我们？好，那我们吧。我们。好，我们达成协议了，来吧。达成协议了，达成协议。完了，咱也人家两对组上了，真假的？这对啊，就是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那我们剩下的两对看上眼了啊，那就咱们俩嘛，拜拜。行吗？可以啊，都可以，可以吗？可以就去写呗。走吧。哎，他们写的呢？他们组队成功了。那我们再等会儿。我们选谁啊？找一找。哎，郭老师他们去了。看他走哪儿去。吴师乐他们过来了。去找上。他是找张一凡了，张一凡完蛋了啊！别过来！怎么着？专业 PK 一下。我们想跟你们较量。对。哦，那一凡就轮空了。嗯。一开始我们想选丽姐他们组的说，然后早就被人挑走了，是吧？对。所以说最后基本只有依依了，然后又跟他又比较熟悉。哎，我想说，我们都算是科班毕业的，就坚定的选择他。嗯。那咱们组合吧。可以，铁了吧？好，走吧。那他们轮空怎么办呀？轮空就有可能跟赢的比，有可能。中戏的跟北电 PK 一下。哎呀，那是你们俩 PK 啊！我的能力还不足以代表中戏。你们俩 PK 吧，我不上场了。对，你给我找个那种男生一来就下场的角色，给我找一个。你冷静一下，走了。吴老师，这个是您的事。谢谢。OK。哦。来试一遍。这边词儿啊。嗯哼。在那边词。快放。没事，不紧张，没事。没事。说这种夫妻怎么拍呀？我感觉我拍的像个兄弟。对啊。希望你以后住的酒店都含早。你说我这什么重要啊？我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些时间。你是想让我安心，还是想让你自己安心？我不管我们经历过什么。我就想跟你在一起。当时剧本非常的紧张，又要改剧本，又有时间压力。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都得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去消化掉，其实蛮有挑战的。为什么没人选择你啊？因为他们正好人数 OK 的。我签一个助理嘛。可以啊，我帮你。对，帮你分担一些。郭老师，老师好。能排好还是要不要我来？您来走一遍吗？我真的想跟你在一起。如果你不是认真的，你就别来耍我啊！我玩不起，我真的比你大很多。我也真的比你高。我笑了。因为你，我真的特别想改，我真的特别想学会如何关心人，好不好？嗯。刚才那么深情干嘛？啊，年轻人，耍赖皮，你演出一个另外的性格可不可以？穿成这样你就嗯啊嗯，对吧？明白，
穿成这样，为什么要那么去紧？那就这样，为什么那么去紧？哎，姐姐，我什么？姐姐早就走了，拜托，弟弟都来了，关门你还在站在这里，讲啥？吴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表演指导，他是想去打碎你固有的东西，把它摔碎了，重新给你重组。别逗了，你只是喜欢我的外表，说什么？你走吧。这是真的，我冲过去，冲个垃圾袋，讲那个。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是我没有为你说，一直以来都是我没有。好看，为什么？你到正式的台词就没有之前那个范了，就跟刚才跟他玩那个台词一样，一到台演就干嘛啊？啊 ？OK 啊？刚才好好的干嘛？干嘛？你可以的。来，演再积极，欲望再强烈。对，我真的会改，好不好、啊？我错了，完全不一样，就完全把我们之前两个小时排练的东西全都推翻掉，然后完全换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去表演这样的一个剧情。你怎么改啊？我这怎么？我会硬做，我跟你硬做。来，这边笑脸。我比你大。但是我比你高啊，嗯，我一定要你做这两个动作，穿跪下高拥抱，好不好？啊，规定动作一定要做到。OK，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冷静一下。啊，我错了，行不行？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那是我没看到过的一个延安的表演，非常丰富有层次，而且是在整个这几个月我跟他的所有的练习里面，我看到最精彩的他。叔叔，他刚才你进来去哪个家？我们俩一起住。啊，我记得之前的家，然后他从我们的家搬走了。搬走的意义是什么？他要跟我分手了，所以我回来找他。我们一开始就你坐着好不好？之前应该是我要走了，和平分手，要分开一搬进来就很难走，就有很多微妙的又改变又什么，结果他又去创业，不如我先走了，就收拾。我要走了。叔叔，叔叔，你不要站起来、啊。不要站起来。哦，教主。叔叔，哎，叔叔，你还留在我家那个东西，寄给我吧。你留在我家里的东西，寄给我吧。来，试试那个感觉好不好？好。哎，停！我真的给你多一次机会，我们收拾好。走了。体面。为什么？你现在好像没人跟人家分个手哎。就找一下那个感觉好不好？你 OK。是不是？你那么急干嘛呢？马上接受，马上改变。本身我会害怕他会很严厉，但是他上来就会很精准的说几个点，也会告诉我们不要着急啊，要放松啊，就会让我觉得还不会那么紧张。我们好像排了两个小时，完全都把我们陷入在一个框里，然后吴镇宇老师过去之后就把框打破了，我觉得比我们排的好。丽姐还是经验丰富，他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肯定比我跟马辉在一起时间长。熟悉也会有压力吧，这毕竟是一个 PK 比赛，我跟小慧就竭尽所能，就是为上戏争光，看能不能。哎，来了，来了，来了，哦啊！我走了。叔叔，你家里那些东西我……你到时候寄给我吧。那你住哪儿啊？我搬回老房子住。那我能不能去看你？
如果你决定要创业，你就没有时间了。明白。嗯，明白。三年之后一定会娶你的。那这三年，你不会看上别人，就跟别人跑了吧？你也会遇到更好的人的。不会的，这世界上就没有比你更好的人。不说，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之前爱你，现在爱你，未来也会一直爱你。对，他演得很好啊。你知道吗？现在特别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会儿很紧张，还带了一些小结巴。你对我说：“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那我现在再跟你说，能不能做回我女朋友？我真的想跟你在一起。我怎么之前那么勇敢啊？你现在。我们走到这一步，也许我们俩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合适。人永远到分别的时候才知道珍惜啊。明白了，我挺好的，走吧。我走了。我替妍紧张了，再积极一点。姐姐别走呀！会上门了。怎么了？不是，怎么了？到此为止。为什么？不要你。为什么不要我了？不是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不要我了？不喜欢了。昨天不是说还好好的吗？怎么不喜欢我了呢？不过有的时候是这样，是在两个人斗的当中，对，又哭又笑的当中，他说这些。昨天不是咱们还说的好好的吗？昨天说什么了？昨天你说你喜欢我呀？昨天是昨天，今天已经不是昨天了，你怎么还活在昨天？姐，你是这样的人吗？对，就是这样的。你别拽我了，我很反感，别碰我。那我喜欢你啊。喜欢我哪儿？你哪儿我都喜欢。比如呢？比如你的眼睛我喜欢，你的鼻子我喜欢，你的嘴巴我喜欢了。啊，那你只是喜欢我的外表了。我比你大哎，我会老的，我老了怎么办？你得来我照顾你啊。
怎么照顾我？我怎么可能照顾你了？别逗了，你只是喜欢我的外表，说什么呀？错了，我真的会改，我真的会改，好不好？我错了，行不行？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你错了，我真的这样跟你在一起。哦、oh, ，对，这个可以。你看，这个我比你大很多。你比我大，我还比你高呢。哎呀，对，这个才有意思嘛。这个、可爱。你看，干嘛你？哎呀，你好烦啊！你把我头发弄乱了。弄了，弄了。给我道歉。我为什么给你道歉？你不要让我走了。好好好。我们回去好不好？别闹啊！回去，走吧。对我，你多动啊？可以成立的，可以成立的，其实是。头很烫。上来吧。呀！真重！哎呀，哪重了？啊？哪里都重，屁股最重。我稍微有一点觉得。男生虽然我知道他其实是想演一个对姐姐有一点死缠烂打的状态吧，但是我会觉得他上来的有一点油，有一点油，意思能明白，这个状态能明白。在《流金岁月》里边，他们两位演员的每当他们对视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眼神里边的戏是很足的，而且在对视的时候，这个目光是非常有内容的。两位演员对于眼神戏的处理是非常到位的。毛小慧的眼睛会说话，印象很深。她眼睛还是挺传神的。然后这个男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跟那个女孩说"你走吧"，但是他这个在说完"你走吧"之后，他还是时刻希望对方能回过头来，希望对方他是一个口是心非的这个状况。我觉得男孩演的也很好。你准备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跟我求婚？掏出来。OK， 大概哈，我只问一个建议，要再追问你准备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求婚吧？你懂我意思吗？那个节奏哈，解释一下。啊，就是。不希望他节奏很拖沓，女孩就觉得男孩要给惊喜，然后男孩在给惊喜的同时，女孩还在幻想说啊，那什么时候砰，一个东西已经剩在面前了。对，就这样，那节奏这样。啊，要快一点，就是尤其是拿戒指这块。在这里讲，讲了，讲什么？女的讲，这里对台词了吗？我们把中间那段词删了。对。get 不到。啊老师觉得那个时候不希望你们抱完之后直接在那儿空着，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是很有戏的，老师觉得，而不是抱着不说话，然后两人感受完直接就录取通知书。你懂那个感觉吗？就是一想到你是现体你就棒、啊、棒，没有什么比今天更合适的。嗯，吴镇宇老师，我觉得他是个很有个性的老师，很有自己的态度和原则，他可能就会想说不要被这种条条框框的台词去圈死了我们的表演，好不好？是不是节奏是时间好？我觉得顺吗？挺舒服的。嗯，这样就舒服了。这么多年你是在故意躲我吗？回忆固然美好，现实就是这样。我就是一段回忆。说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已经绷不住了，然后很自然的有一些情感的流露。当时我就是我是不想哭的，我跟你讲。对，我是没控制住。你以为我想就在跟这儿，所以我说你这么入戏。没有，就是没入戏才哭成这样。我们俩不想演这个类型啊。对啊，我演个开开心心的。快，是你是吗？这个，就是你。这个打他打他。松手。嗨。哎呦呦，坐下，好，坐下了。我不可能坐，现在。我你摁坐下不行吗？你摁住了，我会起来呀、啊。你在做什么？欧巴，谢谢他从第一期
到最后一期都一直选我，有他在，说实话真的很放心，就是很安心。记得我们以前代表学校参加数学竞赛的时候，回来的车上你跟我说，小时候你爸教你打拳，没想到现在就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谁能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你啊？嗯。所以这么多年，你在故意躲我是吗？我当时去德国没学数学，辜负了你的时候。你觉得我现在想跟你说的是数学吗？朝夕，回忆固然是美好的，但现实就是这样。那他好自然啊。所以我就只是一段回忆。你知道吗？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就会立刻站起来，然后跟你说，对不起，打扰了。但是今天我不想这样。他这段演的挺好的。各位，不好意思，我耽误大家一些时间，我有些话想说。这个人，裴之，我一直都很喜欢他，我暗恋他很久了，但是我们没有谈恋爱，因为高中一毕业他就出国了，他去了德国，生不吭人就不见了。我拜托大家帮我看好他，之后我就到这儿找他，如果他又不见了，我又找不到他了，那我挨个找你们算账。我该说的话都说了，我还有事今天得走了，但我还会再来的。这角色好适合他。我们已经错过这么久了，这一次我不会再错过你了。如果你不愿意走向我，那让我走向你好了。哦，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愿意走向你？我问你啊，嗯，咱俩认识多久了？三年了。恋爱多久？不一开始就恋爱吗？你追的我，忘了。怎么回事？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你打没打算娶我？
你准备什么时候跟我说？什么时候跟我求婚啊？我问了，求婚呢是一枚，结婚呢就是对戒。我想了想，咱俩就直接对戒吧，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大小什么的我比了一下，应该是你的尺吧。咱俩名字太难刻了，我说还让他们刻英文吧。我说先试试。我说你你闭上眼睛，给你个惊喜。那，你看。Offer， 这什么呀？录取通知书啊！你要去哪上学？美国。我跟你说，我当时只是想试试，没想到就还真考上了。你准备多久了？一年。一年？现在才告诉我？不是，我之前不是怕跟你说你也听不懂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这样说。没事。你说的是实话。这对男的就是打击啊！我就是我要娶了你，你却要走。你之前不是也跟我说过吗？很多事儿我们不去做，时间一过我们就后悔了。可我得读书呀，你知道这个机会对于我来说，如果我错过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们还很年轻，而且我真的想去这个世界上多走一走，多看一看。你知道现在社会更新换代很快的，一不留神我们就会被社会淘汰。你能懂我意思吗？那我们还结什么婚呢？你都要走了。我比范好很多。有进步。我不是想让你走之前安心。安心？你是想让我安心，还是想让你自己安心啊？你说的对，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但我对对对，啪，是个不喜欢改变的人。这个世界大不大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想守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过好日子就可以了。至于你，我理解。你想出国，我拦不住你。那这婚也没必要结了。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想呢？我应该怎么想？你告诉我，我怎么想重要吗？这么大的事，你现在才跟我说。杜佳琪，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什么意思？不重要。干嘛？我不拖累你啊。郭子凡和吴诗乐的我觉得刚开始给到这个擦嘴的细节奠定了两个人的情感基础啊，情侣的关系，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然后女主的流泪的那个反应，及时的那个反应，我觉得是非常打动人的。他们之间那个吵架，尤其郭子凡他很细节，他简单的说一句不懂，但是你就觉得这句话其实分量蛮重的。我觉得他是一个片段，但是它能反映这一对情侣他们走过的很多东西，这个是能感觉到的。那个讲义就是演完之后可能会让我忘记掉原来的剧是谁演的，就他本身就带入到这个角色里面了。然后加上其实这一段敖子怡比较难演，因为本身就没有什么台词，我觉得他们俩整体是营造到这个氛围里去了，也是一个久别重逢，但是他们演出来有什么同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跟那个原片不大一样，但是是观众也很能接受，而且是希望他们俩还能再见面。我觉得是这点处理的特别好，然后我觉得就依依确实是很百搭。动力是那个结婚对。那结婚还要我喜欢你吗？那我还要告白吗？不能，对啊，不能告白。对，所以得要改。用功了，开始用功了的。但是如果是结婚的话，不可能是女生像男生。对对，那个戏压得太重了，过不来。对我来说困难，第一个应该是台词，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了解的剧本可能不一样，就觉得这可能要磨一点点。想对你好，你可以。我可以一辈子对你好，继续吃。Hello， 嗨 ，Hello 老师 ，Hello， 老师好，剧本，吴老师，我们的剧本就是改了很多，对我们自己商量之后改的，来 ，OK， 对一遍，你怎么会突然想到给我这个？我们昨天不是学了一个新的词吗？分享，越蹲越近。肯定他们现场声音很小。对呀、啊，很小。可以。我听不明白你的故事。你拿着它去买好看的裙子穿。好，停。这他有钱又给你买裙子，你需要钱吗？现在？但在一个那么短的时间里面，我没有一个有戏剧的规定情境，就像你们温温吞吞，我给你棒棒糖，你也给我棒棒糖，互喂一个甜，死定了，一定死。所以你们能不能再想一下什么理由？因为刚才那个不行的，没有戏剧。因为有很多前因后果，我们要搬在身上，才能把很简单的台词里面有内容，是不是啊？是。就梦想我们以后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房子，结婚不需要钱，但是要住在一起。我们琢磨一下。我们琢磨一下。别担心。我们一定会搞定才演出的哈。好，谢谢老师，谢谢。没事，谢谢。走。我们可能对于剧本没有理解透，没有吃透。那我又是一个新人演员，因为我经验不足，所以可能这个方面沟通会有些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还债，也可以一辈子对你好，就是把还债这个事在这说了。这样的话，就是观众就知道为什么要给钱了。还债什么意思？还债就是还给别人钱，我欠了别人很多钱。哦，和你一起还债，可以和你一起还债。你这人设就是一丝不苟，哎，你啊，等着去到拿班的时候呢，这个裤子会冷。这个呢，有时候呢，你要出席什么，你可以穿这个。你队长的时候，他棒。跟你干什么？你拉回来，好不好？慢慢来，来。这几天呢，没有我在你身边，记得每天晚上给我打个电话。老师
没事，好，继续，你来。哎，我们中间你排一次。嗯。好，来，你走。这一个要抱他，他吓死了。不要，跟着你说，你想，嗯，知道吗？别推开他，你慢慢推开他，推开。他只是希望用这么一个很快的方式去刺激我们的情感，去刺激我们的所有的感知，把我们的潜能都调动出来。反而我是比较喜欢这样过程和这样的一个模式吧。你什么东西都是我买的，你全身上下都是我买的。不要吹上去。嗯。就拉，就拿着，走了。你的鞋是我买的，你的裤子是我，你的衣服是我买的。对。啊。对。啊。嗯。爆发。吴镇宇老师指导我们的时候，我超级紧张的，我大气都不敢出。对。我很怕他觉得我笨，很怕他觉得我就是不聪明不够用，但是我觉得说那我就多努力一点，多尝试几遍吧。你有病吗？你全身上下都是我的，鞋子是我的，裤子也是我的，衣服也是我的。易老师呢，我觉得他是一步一步更加松弛，包括当下的刺激给他的一些即兴的东西，他也是能很好的吸收进来然后反馈出去。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做到这样，我觉得是挺好的。就停下，两个人追逐刚才是对的，可以啊，我觉得都很好啊。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大家可以。这几天呢你个人出差，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然后呢你胃不好就不要吃辣的了，给你多准备了一套运动服，这样呢你可以换洗穿。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记得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对呀、啊，赶紧讲。干嘛、啊？我怎么你不知道啊？我知道我爱你。你爱我？你爱我？你找人跟踪我？你爱我？你看我短信？你爱我？你给我朋友打骚扰电话？你爱我把家里全装满摄像头？这还是假吗？我爱你。对，继续收拾。对，继续收拾，继续收拾。别爱我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个囚犯，一点自由没有，一丁点都没有。不要走，求求你了。你有病你知道吗？你有病。尊敬的喵总，从你走进我的生活，我的日子就像五颜六色的玻璃球，想起你我的心里就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花，有了你以后所有的女孩在我眼里都是狗屎，而你是五颜六色的，所以请务必原谅我这一次的幼稚，我一定会十分的成熟。今天李嘉诚节奏不错的。嗯，李嘉诚在这个里面、嗯，这角色好适合他。留给奶奶。我看奶奶这酒怎么办呢？哇，你现在中文写的越来越好了呀。下班了。对啊。累不累啊？啊，还好还好，习惯了。下次天这么热你就别在外面等我了。嗯。给你最喜欢的味道。
对了，什么意思啊？卡里面有5000块，如果我顺利实习结束，还有3000块。这样的话，就有8000块。哇，这个女孩好厉害哦！这个女孩子非常自然，厉害。你为什么突然要给我这个？就是我想跟你说，我可以和你一起换债。我可以一直对你好。我可以这一辈子一直对你好。不错的。因为一边演戏一边吃东西其实有一点难，就是你要自己找那个节奏点。这个你拿着。干嘛？楚楚可怜的。里面的卡密码是你的生日，你拿着这些钱去买好看的裙子穿。至于这张卡，我就先收着。别哭了。所以你看这卡里钱也不少。那你就是我老板咯。什么？老板，你有什么吩咐？你有什么吩咐都可以，我都可以满足你。你是傻吧？你快说嘛！快说。什么？说什么？还没想好。那我走了哦。我觉得刘宇也很好呀。是。我晚上还有一个班要加，确实不能陪你很久。好吧。不过谢谢你等我。那我去加班了。等一下，可以陪我一起吃面包，我们再走。男生从刘宇的角度来讲的话，是这个表演的就是非常自然，而且就是说对于女生的这样一种关心，这个眼神包括肢体语言实际上是表达的非常到位的，这一点我觉得是就是在这个片子里边是非常值得肯定。偷偷藏不住，所以我不太清楚里面是为什么女孩会哭起来，其实我有点没太看明白，但是他哭得蛮真诚的，他是真哭。当然我觉得这个锅其实不见得应该有演员来背，这个其实因为很大程度上来讲他确实是给定的篇幅有限，所以说观众不可能说很深入的去知道上下文究竟是什么推动着女演员的情绪发生变化。易梦玲演的这个呢，我觉得比较清晰的能看得出来他的这个人物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谷嘉诚这个他也比较鲜明。谷嘉诚跟易梦玲他们这一段整体表演还是比较完整的，因为其实就没头没尾而且是无实物表演，我觉得能做到这样也很不容易了。对，哎，来，你好，你好。排练的时候，吴老师突然进来，我当时一下，我心想，好害怕呀。我知道你下的台其实各有各的立场吧。好，那立场可以怎么表达呀？一来就对骂了吗？我觉得这两个人已经不想再过了。我们表达一个大家都厌恶，
就差一个大家开口的机会，不想你们对骂，对骂是不好看的。你们之前应该是把所有东西都砸到满地都碎，这里都在地上，这里都在地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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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你们一切一切，就直接把我们东西撒一地，我当时都吓傻了。撒完之后，更傻的是，我们俩坐在那儿，啪啪，我俩一人就是打了一下，打他一巴掌，啊、打他一巴掌，打他打他头发，两个人打得没力了。他就希望我们快速的进入情绪，我觉得这种方法最有效、最直接。你找到耿直了吗？有没有？有没有？怎么了？一真好像有感觉。对，试试看，来，快点。那这段演的挺好的。今天我生日。对。过你生日呗。但是男的大声不代表有理由。别用大声讲，这是开始。哎，你为什么看他呀？不是这样的。不对不对不对。别做那个无聊的动作。他在演他，不要去设计。对。结婚纪念日不重要，好多了，这种才更讨厌。明天早上领证去。明天早上八点半啊。好，大概是这样啊。你看起来很好很好。还有什么意见，我的助理，你觉得？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我觉得把前置原因想好了就 OK 了。对。他很明白了。周琦，周琦很懂啊，就这样好，来，有人，好，加油，来，拜拜拜拜拜拜。感觉你一走，他们都松了一口气。很早的早是六点到九点，现在才不要永远的看见对话，你之后就坐在这里，不对，过来睡了，就是大概是这样对着空气。妈呀！又来，老师你太凶了！你去片场拍戏，导演比我凶一百倍。这次没有那么害怕了，最主要的也是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了。就是老师来了，我就，多跟老师学习他说的东西，就是直面的面对他。来吧 ，Come on！ 徐梦姐已经不害怕了，她要面对你。我们还有三个小时，还要在这等呢。别用你娃娃音拖尾音，好不好？你一拖尾音，你就像以往一样的了。娃娃音拖尾音，现在才六点，我们还有三个小时才能进去。再粗鲁一点。我们现在要三个小时才能进去。为什么要看着他呀？他在你旁边就要看着他，他听不到你说话吗？来说。很早的早是六点到九点，现在才六点。对，维持这个。又看什么？泡媚眼是什么意思？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吗？好，我确实对表演方式没有那么多的概念，我只能从我自己理解的表演方式去演人物跟角色。还以为这次会稍微好一点，结果吴老师来指导的时候，他把架构还有人物设定什么的都已经是全部推翻加重新改造了一番，然后也是让他把鞋给脱了呀什么的，就是跟以前的一个表演方式和习惯完全不一样。不是没有那么含情脉脉，又回到你现实你那个身份了吗？就破坏以往的演戏习惯。哦，好，我再来一次。他就跟我们说，你要按照你以前不会有的这种本能反应去演，才能每一次会有不同的惊喜带给你自己。走吧，回家。好、okay. 就是这样，就要这个是吧？所有都改变了对吧？太好了，我见到另外一个人就好，就是我要的，没有演过情绪，没有哭，没有笑，就是另外一个人，太好了。就是一整个大开心，一整个很激动，因为其实在我心里面吴老师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像严厉的父亲这么一样的存在，然后他说的话都非常的直接认真，很直观的去对你进行一个调整，挺感谢吴老师的。真的很好，
我觉得，他今天说过不哭的，是吧？太好，太好，太好。哎呀，你别弄了，都弄了这么久了。要不我去问一下老板，看这房门卡到底怎么用。哎，你回来，不。他们俩应该得再朴实一些，越朴实越好的啊。昨天老板不是说了吗？很早是早上的六点到九点。现在才六点，还有三个小时才能进去。啊！对不起啊。对不起什么？我连个旅馆的门都打开。不是你的问题，是门的问题。嗯嗯，小梦，嗯，希望以后你住的所有酒店都会安全。但我为什么要住酒店呢？那你想象中的家是什么样？家，你看，你有看过对方一眼，嗯，多好。洗手间是白色的，杯子也是白色的。大城市肯定没有海边潮，所以肯定得有个地毯，地毯可以不用太贵，但是地毯的毛得长。你说这打扫起来会不会很麻烦呀？没事。我都记着呢。嗯，你接着往下说。房间其实可以不用太大，嗯，家具是浅色的，转角有个窗，窗帘是蓝色的。想着觉得很、真的要我买一样。窗其实可以不用落地，嗯，但是一定要有桌子。我也可以不用镜子。这些东西他是非常向往的，应该是做梦都想要的啊。我也不用抬头看自己。但是转角得看到霓虹灯。小鱼，嗯，咱们走吧。那这房间就浪费了。有进步了，有两个人有人物的意识。嗯，走吧。无论我再怎么想象。也不会是我想象的样子。回家喽，哎呦，走，这个给你。嗯？哪来的？本来早就想给你了，一直都没有机会。其实我也没有想过以后会过怎样的生活，会住什么样的家。但是我的想象里，身边都有你，所以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嗯，
不然你以为我跟你出来是干嘛？对，只瞟一眼就够了。嗯，这也挺好的。好看吗？好看。走吧。在舞台就很好看，嗯，两个人就是坐的啊，是。头发乱就是刻意的乱了，刻意的乱。今天我过生日。沉默。今天我过生日。这一句台词才有力啊，是吧？过生日过呗。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对我？问你呢，说话啊，边天阳。我咋对你了？不挺好的吗？他这个比他前面的吵架简直好多了。对呀、啊。是。生日对你来说不重要，结婚纪念日也不重要，这个家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他已经很厌恶他了。对呀、啊。你去可可西里扎两个月，你不嫌累？你那人是生非的弟弟，你不嫌烦？可是为什么到了我这儿，你一回家就成一滩死水了？哎，演得很好，一滩死水。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结婚，我是想要找一个能够我在我下班回来安慰我，能够抱抱我的人。我不是需要一个下班回来就开始跟我吵架的人。你有没有发现，每次我下班回来以后都是什么生日、这个节日、那个纪念日的？这是干嘛呀？你过不够啊！一回来就吵架，一回来就吵架，你有完没完？吵不够这个架，所以你就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吵错人了呗。明天早上八点，明天去见。对，才上有。好，明天早上八点啊，民政局见。早点睡。他们两个人坐的比较远，就是由于这个场景比较单一，会导致里面的信息丰富程度不够多，是不是要加一些小道具来解决可能对白带来的单调感？边天阳在这个片子里反而让我觉得，就是跟前几轮相比之下他是有进步的，然后包括比如说有的时候这撇嘴的微表情，这些小细节的处理都有助于体现出人物内心的这样一种情感变化，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是在这个片子表现里边是非常值得去肯定的。李贞的情绪啊，我觉得其实很到位，就是他的那个委屈的这个感觉其实把握特别好，然后边天阳他那个感觉就让大家觉得跟这样的老公
有什么好过的，是吧？就咱赶紧离婚。我他把这个是诠释的很好。然后那个比较落魄的小情侣要演苦中作乐，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一定的这个生活经验跟积累，其实很难找到情绪的支撑点。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找得很好，然后设计的一些小动作啊，就可以看出来其实真的是在憧憬未来。女生喝水啊吃面包其实也不要小看这种只是吃吃喝喝，她其实都是她的小的感觉在里头，她对这个男生她能够放松，她能够对这个男生传达出她的这个意思，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就算是没有在谈情说爱，只是说一些很普通的很日常的话，但是你觉得他们之间的那个相处感那个氛围是上来了的。他们这两对是我最纠结最纠结的。三二一开始。对不起啊，我忘记了你手痛。你是不是想告诉全世界我是做按摩的？要不要给你个喇叭？这条手链很配你。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傻的人会买同一款手链送给两个女人。你不要那么生气好不好？我应该怎么说？你刚才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是，是不是有一些两个人能停下来？你这什么意思？你这不，你这这做什么呀？做什么呀？哎，你是，我是有可能觉得你老婆想听啊？是不是？是不是就有？这个动作才代表你心情吗？是不是？就我已经小三了，那你想我怎样？我也见不到光。你有老婆，你够蠢的哈、哦！哎哎，买两个给两个男女的哈、哦，你真伟大哈、哦！这你就这样，但是就问他喜欢他老实，要不我就买两个给你老婆，给说哈、哦，就别走来走去了，好不好？好。我知道其实甜蜜蜜这个片段对于我现在的这个阶段的我来说其实是有一些难度的。大家知道大哥会使用。我就跟着你了啊。非常好。嗯。没有敢想后面结果问题，只想先做好当下的事情。三二一开始。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手痛。你是不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做按摩的？要不要给你个喇叭？对不起，这条手链很配你。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傻的人，会买同款手链送给两个女人。我跟小婷不一样的吗？她是你老婆，我是你朋友。我们是发生过一些事情，你这样子送他一条送我一条，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别生气了好不好？你是不是最近按摩太累了？要不然我们把工作辞了，我可以多打几份工，我帮你一起还钱。你之前是不是说你的理想是想回天津娶她？是吗？你回去娶她吧，我们的理想根本就不一样，我们就是两种人。你知道我今天要去哪，我要干嘛，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很没有安全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前两天给家里打电话，我说我会发大财赚好多钱，可是我现在兜里一分钱都没有，我还欠了朋友一屁股债。我真的很害怕，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有一天小婷跟你说她认识了一个男生，他们很投缘，就像我们一样，会经常聊天，会见面，可是他们告诉你他们只是普通朋友，
你会怎么想啊？我会不开心啊。你要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你，你也不是为了我，对吗？九个里面，我觉得张一凡给我的惊喜是最大的。他把那个他的这个委屈，既喜欢这个男人，他又知道他们俩不应该在一起，这些情绪其实很复杂。他能在就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把他都放在一起，让大家觉得就是很容易带入他，就好委屈。那个王瑞昌刚刚看过他在那个《消失的他》里面演一个变态的男的，挺狠的，但是现在就秒变一个受气包，我觉得他。完全怎么会他有这么多个侧面啊，这一点还是印象深刻。只有就张一凡他们那组是没有 PK， 然后其他都是 PK 的嘛。输了会怎么样？没有豪华团队。哦哦，小体量，小体量，嗯，小成本，小成本，大票房。我们一直在排。怎么样？表扬了。别叫。他被表扬了。别叫。主要是他被表扬了。哟，这是我们被表扬了。你被表扬了。表扬了。压力好大。你压力啥？芝麻绿压力。顾嘉诚，你的松弛分我一点。接下来宣布结果，第一组 PK 的演员，胜出的是。他紧张了。既然要 PK， 你还是要抱着赢的心态去，你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老师的认可嘛，对吧？嗯。我们俩 one take 的时候，那段戏其实搭的是比较很生活吧，感觉很自然，也是看观众和老师会更喜欢哪个类型吧。胜出的是吴诗乐、郭子凡。哎、啊，还有这个环节，还有这个环节，有奖，还有这种环节，一刀两断，别搭了，真的，我要跟周琦一起，可以，太好了，你们俩搭吧，终于成就我，让我休息，终于成就我，休息，让你睡个好觉，睡个好觉，这样，我们俩都别搭了，你歇着，我也歇着，好不好？他们不能同意，好。你们俩搭我可以休息，我们俩都休息是不行的。第二组 PK 的演员，胜出的是。我觉得吴老师帮我们调整的那一遍，调整完之后那一遍是真的是最好的，就是我是比较满意的啊，我是比较满意的，很满意，因为我打破了以前的自己和我所谓的表演方式。最主要的也是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了。胜出的是徐梦洁、于承恩。好，失落肯定会失落呀，谁输了都会失落嘛。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对小编挺愧疚的。他那么坚定地选择了我，我感觉还没有让他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体验，我觉得这是有一点愧疚。第三组 PK 的演员，胜出的是毛小慧、吴俊廷。啊，
虚空握手，虚空握手。张丽延安没有赢，没有赢。我其实对自己是不太满意的啊，如果能够再放开，再自如，再放松一点，我觉得我可以展现出更多的潜力啊。我当时我们输了，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哎呀，我要赶紧去安慰一下延安，因为我不想让他有任何错觉，觉得好像是他有拖累到我，他自己会这样想，我不想让他有这种感觉。我会这样，我会很。不管你觉得表演。对，我就接受这个，我要迅速翻篇，我当下我只能练着练，我就接受它，然后迅速过去。我演戏，我出戏非常差。我跟严安说的最 man 的一句话就是：“你不用担心，你有我。”就在搭档这件事情上，因为你一路走过来，你经历这么多，搭档了这么多，你就不会再选别人了呀。我觉得给到对手安全感，这是合作搭档比较需要给对方的东西。第四组 PK 的演员胜出的是，虽然没有大家的经验跟专业，但是我自己能够把我的情绪给它放在那个剧本里，所以我后面演的我自己是觉得挺满意的。我做的还 OK 的，我真的演我的感情就是这样，对，我没有假装的，胜出的是古嘉诚、易梦玲。那当时你跟刘宇说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什么样的反应？他就好的，没事没事，他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他心情怎么样哈。那位打电话告诉我这个结果，你说输了吧，肯定是遗憾的呀，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没怎么输过嘛，但是演戏这个方面也输一输也无所谓，可以让自己成长成长。没有参加 PK 的张艺凡和王瑞昌，因所得票数超过四组 PK 获胜组的最低分，也获得豪华团队拍摄影视化的机会。真好，一瞬间心里的大石头落地了吧，就是整个人就一下子松下来了。你怎么办呢，哥哥？你怎么搞？你怎么办呢？我怎么？我跟我自己演。你看豪华导演是都齐，豪华团队里边有我。他怎么办呢？他随便加挑一组加入，随机加入一组。对，他是不是随机加入一组啊？哇，对呀、啊，那显得我很那个什么。琪琪怎么办？很特殊的，那是。琪琪怎么办？他没考虑这个因素，你知道吗？你们是把他忘了吗？你们？就是这个作品会留在人间，一直到永远，直到你的儿子出生。虽然没演，但是跟着老师一块儿从头到尾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包括他在指导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在认真听，额外其实收获不见得少。那有什么遗憾吗？遗憾啊，就演的有点少了呗，这肯定是遗憾。辛苦的一天结束啦。哟，各位演员晚上好，今晚将是大家在延禧小屋最后一晚。我们因戏相聚，幸会知音。祝福每一位演员心诚相伴，前程似锦。小屋不会忘记你们留下一下的浪漫和热情，记得常回来看看。小屋的故事永远不会杀青。让我们和延戏小屋和身边的伙伴们来一场温情的告别。来一场温情的告别。天哪！这就是我们的一点一滴，哇，这张也太好看了吧！好美呀、啊，这些照怎么这么精致啊？都搭档带走，来点双人合照吧。好不容易搭上的，好不容易搭上的戏。嗨，嗨，你们换衣服吗？不换了，就这样吧。
什么？把这两个拿过来了，选一个。选这个吧，丑不拉几的。我觉得我们俩真的蛮神奇的，要么就不开始，一开始就是结束到底。对。你也不咋说话，一开始在电影院的时候。嗯。大家有不熟悉，彼此那种很陌生，很羞涩。但是再怎么样都想不到是跟你一个组合。就是千算万算没算到。怎么没算到你啊？这是最后一天了，是吧？严格意义上来算，这是住小屋的最后一个晚上，感觉过得挺快的，还。嗯。回顾一下往期，一些丢人事近在眼前。什么丢人事啊？你七七都有。聊不下去了，走了。丢人的事儿啊！啊，你不觉得吗？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啥的，就那几天搞得蛮尴尬。一个小小的误会，让兄弟轮空三天。那你太尴尬了，是吧？一个多么小的事情，我们误会了三期，也不说。也不说，脑子确实挺不好的，咱们俩都。行。后面还干啥了？还去爬了山。哎呀，那确实下来的时候有点。有点抓马。但是我确实是不知道你在后面。我这一路追呀、啊，我这、哦、看我这个体能一路的追，一路跑。他真跑得挺快的，天哪，还是不累。还不接电话，我有点岔气儿。是真的很。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们也是经历这么多波折之后，也是这么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吧，属于是。咱们最终还是成为了搭档，搞得蛮好啊！真是没想到，原来我们是终极搭档，我们最后还能成为搭档，就那么多挫折，没想到那么多不顺之后还能成为搭档，太不容易了。有很多突发状况，也有很多惊吓或者惊喜，哭也哭了，笑也笑了，又酸甜苦辣都有了。对，被认可，然后被肯定。被批评，对，被选择，被不选择，被重新选择到一起，嗯、然后到这现在，天哪，这一路精彩，漂亮。我也有在这个节目里找到我的最佳拍档于晨，开始是他，结尾也是他，就是挺默契的，很谢谢他。在拍戏这件事情上面给了我很多信心信念感。那天你说希望我能更勇敢一点，其实我在台下真的很想哭。易梦玲老师，你一定要坚持你所有的梦想，勇于去尝试，你一定会有更大的突破和成功。我也觉得挺感谢吧，感谢大家，感谢谷嘉诚。你这不用谢，就希望你的下一个篇章更好，每一天都会比前一天更好。对，嗯，然后我刚刚再补一句，就是感谢一拍即合，让我就是认识谷嘉诚这个搭档，然后认识大家这个一拍即合的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家人们。三个月相处下来，就是希望未来有一天你电话本里面你要有一个人帮你录 ID， 或者是你找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我在这个 list 里面就好。你下次录 V 赛的时候可以找你。对，我很忙啊。就我们后来不是在健身房碰见吗？嗯。我觉得说聊得还挺开心的，就说然后知道我们的顾腾老师，嗯，就一切都还挺顺利的，嗯，也挺开心的。挺好。请你一定要自信。嗯。一定不要否定你自己。嗯，真的很不喜欢这个地方，又潮又闷，虫子很多，虽然这些一切的一切我都很不喜欢，但是我还是很舍不得这里，舍不得这里的每一个人。我觉得是这个节目的时间线可以再拉长一点，这样我就可以跟各位多合作一遍了。
遗憾总会有的，遗憾嘛，就是为了下次更美好的相遇，挺好的。是的。这破小子，哼，跟你说再见了，希望你会想我，哼。OK， 那我们就结束了，不见不散。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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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拍即合的我们杀青了。最后一晚了，哎呀。Hello？ 喂？喂，在干嘛？你怎么回来了？走之前有点不舍，一个是不舍这个地方，一个是觉得没合作上有点遗憾。嗯。所以，我刚才跟他们申请，我说可不可以，就是像彩蛋一样，然后简简单单拍一个。可能没有办法像小片那么长，就是一个 one take 一个简简单单的一镜到底，可以啊，可以啊，也算满足一个心愿吧。因为马上结束了嘛，这一次的旅程，所以其实也不能让你白来一次，也不能白来，对吧？哇，我要跟周琦老师搭档合作了，跟一个戏那么好，哇！不，完了，行，有这句话我就足够了。我觉得我已经得到了，那我就先。其实说白了，就是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演戏，找一个最适合自己或者自己觉得最舒服的那个人去演戏，最终呈现出来一个觉得很满意的片子。睡吧。对。建国还睡不睡了？可以平静一点，就是你用你生活中的那个就行。生活中你想说什么说什么词儿，只是语气就是平淡一点，言简意赅一点，就是睡不睡觉？睡不睡？建国，建国睡不睡？睡不睡？对 ，OK， 就这个是最好的。哇，不愧是周老师，就有周老师在，就是我非常的。因为我很需要引导，我认真的。哎，不，你不能，千万不能这么说。这时候肯定是不是特别忌讳这种词儿？对，千万不要把自己内心话说出来。就是、其实一个语气的感觉。其实你越严肃越凶。越严肃越凶。就是越、越不把它瞄中、就比如说我说，每次都跟你说你别喝酒，你还喝。啊、我知道了。但是如果说我生气，你以后再周琦以后不仅是个好演员，还是个好导演。嗯。我只是在做我本分的工作，也是可能拍戏时间比较多，然后就给培养出来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流程吧。好，走吧走吧，嗯，然后下次再去你那儿啊，然后走吧走吧走吧，我不送了啊，嗯。好啊。辛苦了。哎呀，走。刚才走的时候，那老张还说呢，说我胖，我看着他那啤酒肚，我还说他胖呢。我跟你讲，他大一的时候说我胖的都没样了。他，你说这以后。这咋办、到时候一个坐这儿一个坐这儿，到时候俩人再尴尬，是不是？这咋办？这回屋吧。还睡不睡了？哎，怎么了？你看刚才他们在的时候，你就是。就理我，他们现在不在了，你就凶我，你不理我，那啥呀？我累了。你每次都这样，一喝多第二天什么都不记得。我真的累了。嗯，干嘛呀？老婆，你错了，给我少喝点。
只要在一起这么久，对我没有那么满意。我确实没有别人做得好，没有比别人会关心，比别人会照顾。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吵架，但其实我内心都是爱你，是喜欢你的。可是有时候心里想的话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居然找错了，以后会注意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从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在一块儿3年多了。3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可是我们老吵架呀。动不动就吵架。是因为我们脾气太小了。谁都不让谁。也许真的不太合适吧。没有不合适。